的 pose 就已经有点微醺的感觉了。好了，那其实呢，在下午的时候，除了适合微醺之外呢，还蛮适合欢乐一下的。继续要带给大家接下来这首好听好看的表演，我们要欢迎他们所带来的《欢乐中东肚皮舞曲》，继续要为大家来精彩呈现了。好的，我们的老师们呢也陆续的在进行准备当中哦，因为其实呢，我们今天是在现场呢要进行很多的舞蹈动作之外哦，这个中间的这个空档呢，他们要赶快换衣服，所以非常非常的不简单。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舞台上面带给大家一连串的表演。继续要呈现给大家就是来自我们的中东肚皮舞里面的那种欢乐的感觉哦。我们也请老师们陆续到舞台上面来进行准备啦。再次给他们热情的掌声鼓励，谢谢。I'm gonna go.
他们带给大家这么欢乐的感觉，就是欢乐中东肚皮舞曲，谢谢。精彩的表演一波接着一波，刚刚我们看到大部分是以团体舞为主哦。继续呢，这是把这个编制稍微再缩小一点点，变成双人舞的感觉哦。继续呢，我们这两位朋友呢要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双人舞蹈，好，请到舞台上面来进行就位了。今天一连续呢带给大家许多好听好看的表演哦。好，我们的舞剧的两位同学已经来到了舞台上面，继续送给大家这段精彩的演出，现场的朋友请热情掌声欢迎。谢谢。刚所看到这支舞马叫做舞剧哦，舞剧是以双人舞的方式来进行呈现。继续，这首舞曲呢要带给大家更多鼓舞的力量。有我们的三位同学呢要为大家带来这首叫做爱恋舞 Let's Do It 鼓舞。好，热情掌声欢迎他们所带来的下一首表演。
太精彩了哦。好，这个等一下，我发现前面有一些空位哦，小朋友们，你们要不要往前一点点，比较近距离看，因为我这样比较好把礼物拿给你们。OK， 有吗？有往前的吗？这边 OK， 可以就近欣赏哦，可以就近往前。OK， 那我先来考一题好了，然后先考一题好了。我们今天。